What's up, YouTube fans? Welcome to my YouTube channel. This is Paul 保罗。今天呢，要为大家来介绍 Nike Lab 旗下的支线，也就是 ACG。ACG 这三个字代表 All Condition Gear。全天候时适应这个品牌的支线呢，也就是为了因应现在的气候所设计。随着年纪的增长，从以前比较喜欢潮流服饰，比较奢华设计的样子，到现在比较追求质感简朴的风格，喜欢简单一点的样子，也就是所谓的朴实无华。干嘛呢？我觉得 ACG 非常适合有这样的想法的人。那么今天就要来为大家开箱一下 Nike ACG 有什么好货吧。Let's go。那先打开这个箱子，那我就直接。退货单，如果你不满意你的商品，就可以扫这 QR code 退货。商品里面写 Just Do It。Just Do It。这就是我这次买这两个 ACG 的东西，一件是这个非常漂亮紫色的束T，一个 ACG 的标志，然后跟一个现在最流行的黑色军装短裤，这个短裤非常帅。在高雄巨蛋里面有一间 Nike， 里面有卖 ACG 的东西，在高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。台北就不用说啦，新义的 Nike 里面就有很多 ACG 最新的单品。我现在就把这个塑胶袋打开，给你们看一下束T的细节。现在就把上衣跟短裤从塑胶袋拿出来，哇，真的是质感非常好，非常帅。这边就可以看到一个三角形 ACG 的 logo， 那这边的 tag 呢，我买 size L， 它这边选一个 loose fit， 它这个版型是属于美国的版型，会做的比较宽松。所以如果是亚洲地区的朋友呢，买比平常小一号就可以穿了。那他们的这个 tag 真的是做的非常有质感。然后另外一件裤子，哎呦，腰修真的是有够帅，一个 ACG 的 logo 在这个短裤上面，这个短裤非常多小细节啊，朋友，你看这。这边非常多的口袋，出门不用带钱包。那这一次开箱 Nike ACG 的产品就到这边结束了。我是 Paul 保罗，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一起分享。我们下次再见喽 ，See ya。